大家好，我系小方。咁上次咧就攞咗 Mini Two 咧嗰啲3600mAh 嘅电咧，就改落 Mini Three Pro 嗰个大细电嗰度，咁效果唔理想，飞得30分钟。所以今次咧，我喺另一个批发商度咧就攞咗一啲咧3850mAh 嘅电翻嚟试，咁睇下呢一次呢一啲3850mAh 嘅电咧。系可唔可以做到大电嘅效果啦？咁呢，一阵间呢，我就会装好咗之后呢，我就会做个测试嘅。咁呢，就睇下改嘅电啦，同埋原装嘅大电啦，佢个效果系点样？嗱，大家睇到呢，上面呢就系改嘅电嚟嘅，右手边上面嗰个画面，下边。右手边嗰个画面呢，就系原装大电嘅，咁呢，就两部机就分开两次拍啦。咁我就将佢两架机呢，就摆喺个画面度呢，同一时间呢，起飞嗰一段呢，就一齐计嘅。咁呢，其实相差都冇唔系好多嘅。咁期间呢。其实两嚿电呢，试咗之后呢，3800即系改电嗰嚿呢，可个时间拍得住大电嗰个时间，咁就但系佢个温度呢，一阵你哋会睇到呢，佢差唔多完嗰阵时，佢个温度呢系比大电呢系高咗3度啊，咁其实高咗3度都系多少少啫，咁啊唔系好差啦，咁都可以接受嘅。咁所以呢，今次呢个3850mAh 咧，系呢嚿电呢系 OK 嘅。啊，改落大电嗰度。咁做呢啲测试片呢，咁跟住呢条片呢，一路咁播呢，都成几十分钟嘅。咁所以呢，中段呢度呢就会用快镜呢。用25倍速咧，一路咁过，咁唔使一路睇睇咁长时间。今次咧，大疆咧出呢只 Mini Three Pro 咧，佢有大电有细电。若果你用个细电咧去改咧，去改大电嘅话咧，佢个性价比唔系太高，因为你计下细电。550蚊，大电750蚊，相差只不过200蚊啫。咁你又要买电翻嚟，又要时间去改，仲有机会呢，你会有一个危险性，就系话你会改坏旧电咯，啊，有个风险。咁所以呢，你改完之后呢，其实呢，你个效能呢，同嗰个大电呢，其实呢，就是、一样嘅。咁你话如果争少少嘅话，争少少价钱嘅话，我点解唔买一嚿大电啫？系咪？好过即系自己走去改咯，除非你话贪得意去研究啊，去试啊，咁啊冇乜所谓嘅。除非你换咗嗰嚿电个效能比佢嚿大电更加好啦，咁我觉得暂时我谂冇咯，冇再冇呢啲咁再高容量嘅心咯。言归正传啦。去到差唔多壁降啦，而家已经差唔多一定要落噶啦。咁我一路推到去6% 度啦，咁就唔推啦，咁由佢哋自己落啦。咁佢哋两部机呢，同差唔多同一时间落嘅，都系大约系38分44秒到啦，即系39分钟啦，系咁上下啦，啊。即係接近40分鐘啦，啊！咁今次測試就測試完啦。咁即係依只依一款新電呢，可以代替嗰個大電嘅，啊，冇問題。不過係佢個温度係比佢高咗少少，高咗3、4度到啦。多谢大家收睇啦，作为俾大家一个参考啦，嗯。